解说不太专业，生意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还是要说你呢？笑混了一下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龙都为您带来的这个风暴英雄。哎，这个莉莉啊，她说她是小女孩啊，我一点也没看出来。这个嘴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啊，不干了。其实我挺想买这个啊，字幕的。哎，要不干脆我买一个呗。好了啊，这个地图是鬼灵矿。那么鬼灵矿这个呢，下矿的时候啊，一定就得要抱团啊。不，你是可以这样，你可以比如说下去之后分散，先把这些小的矿先收了，收了之后呢，然后抱团去打他们那些分散的。一般来讲，在你没有把他们这些人打掉很多之前啊，你去打那个大的这个魔像啊，这个是绝必要被抓的，那个得不偿失。英雄们准备战斗。好，刚才我这个又重新调节了一下我的声卡。牛头人，他牛头人那个吉他非常的屌，哎，哎呦！战斗即将开始。我为什么想起了博推飞机？擦，这是在干嘛？跟人家出来呀！三二，咱们现在已经有自动挂机挂了。战斗开始。啊，那边那个他们也站了，现在要非常小心，在队友的后面。哎，这有一个矿工，揍死他！压得漂亮，宝贝儿！哎呀！哎，哎，不要去作死啊你！哎，哥跑了，哥跑了！啊，不要作死啊，不要作死！揍他呀，怕什么？奶在你旁边。你的脸色很难看，快去找治疗师去。这样的话，我到下面去吧。帮你加了个速。哎，你还要打我？哎呦，有人！英雄们，旷野即将到来，亡灵很快就会苏醒。我喜欢冒险。赶紧回家喝一口水，等会准备去上这个。哎，咱们家这个真不动啊！你又不是说像阿巴特那样，他本身就是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无所谓的。啊，现在这个莉莉，哎，拿着他的这个玉如意按摩棒啊。哎，话说人家不是说这个，其实玉如意就是一个情趣用品嘛。哎，我反正受不了了，太没节操了。哎，其实世界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节操，只是小的时候我们太单纯。哎，哎，你们先打，老夫收矿啊，老夫收矿。哎呦，来了。啊，恶魔来了。哥给你奶上，我喜欢冒险。咱们这边差对面差好多呀、啊，那我们只有这个等他们主动开这个大的怪。啊，他们在这边啊啊，
哎，你们！小心！好，队友们都来了，漂亮！你脸色真差，还去找个治疗之人，快去快去！你是真正的妖怪明星。好的，来上，干死他们！打得好，要把他们灭杀！你学得很快，干这个很有意思的。哎，你别死了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我要被他搞死！啊，这个很厉害呀、啊！快吃快吃！让我的魔像再度复活！我操！又吸收了新的精华。当然。白璧，现在好爱你哦！哎呀！你不可能打得死我的。哎，你垫个篮子。割我了是吧？你打不死我的，哎呀。哎，你们够了。哎呦我操、啊、不过在下面把他们牵制了很长。哎，不要进来了，现在还进来干嘛？啊，他们在配合打这个啊。那我去吧、啊、我去。居然会有人忍心欺负小女孩，关键这有魔像，因为现在咱们两面魔像一样，所以还是要带一线的。哎，选这个吧，这样可以多来两个。呀！啊，他开那个技能，那个技能特别的吓人。哎，你够了，我要喝水。这，啊，这咱们的已经被拆了。哎，不要让他把月亮井拆了呀！拆月亮井倒不如，你看这咱们这边输出明显是。太弱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他们的魔像似乎要走得近，比咱们离，对吧？比那个屌一点。好的好的，想来打这个。哎，我操，你大爷！干他干他干！啊，没事没事，哥有奶。哥给你奶一下，你怕个鸟、啊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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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操，哎，他这个施法有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学习一下那种智能施法，指哪儿打哪儿，而不是这样。这样的话你看真的时候，真的是有时候他加血啊，加的来不及。我喜欢冒险。哎呦，快跑快跑！啊，在塔内啊，他们不敢了。啊，反正现在至少是死不了了呗。就可以不管他了。现在咱们来跟着恶魔猎手啊，恶魔猎手骑着一个大鸡巴兽，哎。耶耶耶！进去进去进去，直接进直接进。嗯哼。下矿啊！干掉那个家伙！哎，你妹！面对亡灵了吗？矿井啊，我只有哎，我学大奶瓶子吧。哦，那有什么？先下来嘛，这个才动手动得早呀。
啊，他们先死了一个，漂亮。当然。咱们也死了一个。看看这里，没事。哎。哎妈的！逼得我在这儿开的。这好意思吗？要现在咱们比他们领先。哎呀！快跑，快跑！好了，知道了。敌人阵法。啊！哎呀，我。哎呀！这片大地是我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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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要去开大了，他们要去开大了。不关系，你不是要跟他们去打，你是要去蹭他们的矿啊！哎呦我操，他这个技能放的，我有点屌啊！这个施救，哎呀，施救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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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玩不玩不玩！哎，女妖可以对空，这是个什么情况嘛？这家伙耍赖，哎，没看懂。听上去很有意思。拿不到了，只有打这个。占领营地吧。占领这个雇佣兵营地怎么样？那个没法拿。肯定是他们的，我们只有先把野给打了。是时候让我中间那个也要刷新重生了。等我去拿这个。占领这个雇佣兵营地怎么样？我靠，施救可以直接把自己飞过来。当人就是不一样啊！突破渴望就要赢，哎！妈的，个干死你丫的！没事儿，哥有大奶瓶子。在什么？再接再厉，有。啊什么？莉莉说好爱我。哎，不要紧。哎，我能不能可以学那个能一下奶两个人？哎呀！我操！我冒险！干掉那个家伙！啊、好像摧毁了一座堡垒。哎，他们是想拖时间，他们是想拖时间。要打这个。天灰飞烟。不知道你刚才在牛个啥？他们现在是想拖时间，咱们得要赶紧来打魔像。哎！英雄不是，赶紧把这些奶着，免得等会儿他们来一堆人就神作。我喜欢冒险。反观咱们的魔像啊，根本就没怎么前进，这样可不行。当心啊，你们失去了一座堡垒。他们小兵都突破了。小花，把这根杀。得有人阻止那个英雄。去啊！把他给我日了。哎，你个狗娘养的，你这个还没起来我就给你干一半。个大奶瓶子，如此强大的力量可以接受。可是也不带你们这样浪。好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兴趣而言是不错。谢谢你。哎，我自己换卡。摧毁这个堡垒。哎，咱们这边是在硬扛卡啊。继续。哎，你把他勾走又怎么样嘛？老子一直奶他。啊，我该奶一下我自己。
回应。哎，不要去了。被诅咒的魔物很快就会回来，英雄们做好准备。英雄们击败亡灵，收集他们的精华。当然，又要神作。反正我能拿先拿一点，能拿先拿一点。同理一点也不能。哎呦，他们应该是从下面先进的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去帮我们的盟友。一名英雄放弃了战斗，选择天赋。哎呀，行吧，老大。好啦，知道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再接再厉，朋友。他怎么有点？下下下下。哎呦！哎呦我操！快快把自己玩死了！算了，我不下去了。你要说的吗？这太可怕了！不，你们这样都敢打？嘿，一朵小花。也真是醉了。一起占领空中兵营地吧！已经失手。再接再厉！挣脱枷锁，摧毁你的敌人。好，走走，赶紧回来守。哎呀，救命啊！这里有个矿工，你们看，还看，哎呦，看戏哦。咱们这边这个弱撑嘛，91:9，你们感觉？他的这个大对魔像居然是无效的。你看这时候他们还要来干扰一下，我要去理他，打这个呀，哥哥们，你分不清轻重啊！哎呀哎呀，我一个奶打他，打得好辛苦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再往前面走就要敲基地了。哥，你不要离他那么近，我你有危险。哇、哦，这个要爆！完全就拦不住啊！尼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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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他！我他要敲基地！这再来一次，他们肯定下去，绝逼就要直接，直接就要干基地！哎呀，好好，聪明聪明。我操我操，快来快来，怎么都死了啊？还要活着一些，活着一些，干他干他！我开奶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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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操，打的吧，你要给你打。哎呀，我感觉要完蛋了，真要完蛋了，基地扛不了啊。
治疗不断，杀个不停。我操！哎呀，哈哈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，不要这样。哎，这把没救了。哎，你一妹。